大家好，我是吕登云，很感谢有幸与大家一起在南洋理工学院生活学习三年。三年时光弹指一挥间，酸甜苦辣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前面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在此，我希望通过此视频留下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也祝大家一切顺利。Of the family.
Mademoiselles， 大家好，我是黄真。不能说很开心，我要毕业了，其实是不开心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呢，五年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同学会上说，你结婚了吗？你老婆是谁？你孩子吃什么奶粉？肯定这种问题了。那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以后再联系的时候，你们会告诉我你们去哪里读什么专业，有一个同学录可以记录下来一点一滴，大家都怎么走过的。青春就是这样，有点残忍，可是又无可限量。谢谢哟，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走好一点。Hello， 三年真的很快，然后如果让我自己这三年的话，只会坑你，其实没有了。三年什么东西？三年读完各位，反正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有想这三年经历什么，反正总的来说也算是一段不错的时光了，至少是生命有份很棒的事。加油！大家好，我是尤涵，来新加坡三年了，我成长了不少，也改变了不少，但
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梦想的执着还是没有改变，毕业就在眼前，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好好为未来加油吧。大家好，我叫徐婷。对于这三年来啊，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堆这样的这么好的朋友。我是希望大家毕业之后都能顺顺利利吧，然后还有保持联系。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充实愉快，认真的过好每一天。也希望朋友们都会互相联系啊。而且我三年里面很大的收获就是学习朋友们。好，大家保持联系哦。大家好，我叫赵彦博。我哥三年之前，我都不知道我会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三年之后，我在这边认识了一群这么好的朋友，所以希望不管我们大家未来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得长发的很好，主要是要保持联系。谢谢。大家好，我是 MIT MIT。这三年来，我在 MIT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体重从140涨到了170。除此之外呢，更大的收获就是参加了高中赛 ，MIT 带我过关。当然，我对 MIT 还是有一点点感情，虽然这学校很多地方我还是没去过的。MIT 还是个既坑爹又还是比较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朋友对我也不错，我对他们也不错，我帮他们做了很多保健，所以导致我现在体重增长也变成了一个苦逼的程序员。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要么能找到好的工作，要么能上自己理想的，要么能找一个好媳妇，或者是找一个好男朋友。苦逼的外界，我也苦逼的异地恋三年。差不多就这样。OK， 谢谢。大家好，我是 MIT 的一名学生。三年的生活呢，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长期的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这三年呢，我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三年生活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好的。这三年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找不回一些原来的感觉了，总的来说还行吧，没有后悔。嗨，大家好，我叫周子祥。在这三年的留学生活里面，我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在此也祝愿大家前途似锦，梦想成真。大家好，我是自由。在南洋理工的生活感觉还是不错的，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感情生活就太复杂了。最后祝愿大家过得更好。大家好，大多熟人吧，电话就很熟了。现在在这里想说的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三年里学校不管给你带来了快乐也好，或者带来悲伤也好，我们只是一个经历，希望你牢牢记住在心里面。我只是希望当你10年或20年后忽然回首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这段记忆对你来说算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这三年的最大的收获，当然就是找了一位特别好的女朋友。对，我也觉得她很好。这三年经历了很多，看到了许多，成长了许多，总的来说就是特别多。好，谢谢。总的来说呢，在这边三年呢，就说怎么讲呢，就说首先呢，这里的老师呢也是觉得是吧，有的就怪怪的也是吧，总的来说就觉得新加坡很奇怪很奇怪的，然后讲话也很奇怪了，就中不中洋不洋的，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呢，现在就说呢，总的来说呢，觉得还好吧，就这样吧。反正呢，如果你们要来新加坡读书的话呢，也可以啦，也可以来读啦，愿意的话也可以啦。反正呢，就是你愿意来就来吧，祝福你们。大家好，我是张博文。在这三年的留学生活里边，自己学到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自己后悔的事情。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这边一直陪着我鼓励我，让我完成了这三年的学业。然后三年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找到自己的理想的工作。然后就这样吧。
大家好，我叫冯云奇。我叫雷梦婉。我来自河南郑州。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跟这个学校发生了一点关系，然后就来到这边。然后在这三年里面认识了很多朋友，有跟自己一块来这边的老乡，也有在这边认识的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异域的文化，并且在第三年去了一趟欧洲。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女朋友，我旁边这位。Hello， 很高兴我们能在这个不同的国家遇到来自不同世界祖国异地的朋友们。我认识了好多好多在中国都不能遇到的，就像这个来自河南的红旗，谢谢。然后那个我觉得不管我们今后走到哪里不管大家能不能在一起，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视频，然后在存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若干年之后，希望我们有缘再相见吧。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伟。你们听到我的名字有没有想到你们身边的谁？因为我的名字一定会跟你身边的某人重名，或者是听到我的名字一定会说这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好吧，我也承认这是全国通用率最高的一个名字。然后当我进出海关，每次出国回国进出海关的时候都一定会被盘查，就是因为这可爱的名字。 OK， 我来新加坡三年了，这是第三年的最后，应该是最后几个月吧。好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记录一段共同的回忆。然后来这里的收获，我相信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我相信每一个在这里生活了三年的人都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共同的收获。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最主要最特别的收获是除了友谊，我懂得了更多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包括友谊，包括亲情，包括爱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好，我是严芳，然后我来 LYP 这边已经三年了。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而且也很对陌生的环境也是感觉很不适应。经过这三年，我觉得我的确成长了挺多，而且来到新加坡这个环境，我觉得我的确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很多在国内不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离开了家人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我都还想非常非常的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从小就是他们一直在呵护我，然后从来不把自己当个大人看，一转眼都这么久了。然后在这边体会到了一些孤单，但是也交到了一些朋友，真的是这些友谊真的是我非常珍惜的。然后当然另外我还希望交了更多的朋友。然后现在我是在进入了即将毕业的那几个月。然后我希望呢，虽然在 NYP 的学习并不是获得了很多知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次经历。然后我希望在 NYP 的学习呢，能够让我进入到一个更高等的学习环境，比如说大学，然后能够让我在大学里取得更好的知识。如果就是这样希望吧。然后希望我们以后的路都会越走越好。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玉帆，来自山东烟台。在新加坡这三年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马上就快要毕业了。大家毕业后各奔东西，想见的也少。谢谢。嗨，大家好，我叫张子龙，然后我是来自中国西安的，然后我来新加坡留学了大概有9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中一读到现在。然后我觉得来新加坡留学吧，以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压力蛮大的，然后来到新加坡之后，我觉得这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上学啊，学的知识其实知识面挺广的，但是没有像国内一样那么深。然后我觉得其实新加坡留学也算是个好地方。然后主要就是这边的文凭全世界都是公认的，还有在这边的生活，我觉得
蛮节奏蛮快的，然后就感觉很累，没有国内那么轻松。但是既然出来了，所以就是每次我觉得压力其实也是有的，但是既然出来了，就一定要好好坚持下来，然后努力把自己的学业先搞好，然后争取早日毕业，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在未来的我的未来的想法就是想好好先找一份工作，然后在新加坡先稳定下来，然后找一找自己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是比较有兴趣可以去做的，然后说不定找一些伙伴朋友一起的，然后我也想希望然后祝愿一起来新加坡的中国同胞们，大家一起要加油，然后可以大家都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目的。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我是王泽家良的人，不是长脸，不要叫我这个。三年来了，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说我记得大部分事情是你们损我，但是依然感谢你们。如果在此尤其感谢吴星云，跟他混了两年没少抄的作业。然后最后已经快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希望大家有一个锦绣的前程，珍重。大家好，我是季文，我来自山东威海，我来新加坡呢已经三年了，是2009年12月9日来到新加坡的，然后感觉三年时间真的很快，也很高兴在三年里和大家相遇相知，希望呢大家就是只要努力过，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就好了，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可以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然后在新加坡开开心心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付菲菲，然后来自河南郑州，然后来到这边也是快三年了，现在是在做那个 final year project， 然后也是还有几个周期结束了，然后来了三年，反正也是交了很多朋友，也失去了很多东西，然后就觉得说也许这段视频是十年以后或者说更久之后才会就是说又看到了，我只是希望十年后的自己跟十年后自己的朋友还能再次相聚，无论是彼此混得怎样，但是有一个真心的朋友会真的感觉很欣慰，所以谢谢。谢谢。哎，大家好，我是天一，帅气的我就是传说中的天一。OIP 的三年什么也没学到，玩继续玩，哎，好 ，OK， 好。在 OIP 的三年里，我学了好多东西啊，觉得自己变得了，成长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然后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接下来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吧。然后我也想对某个人说一句话，我好想你啊，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魏安妮，来 OIP 三年。学了一些东西，然后成功了一年，最后一年我被交换去巴黎 EC， 然后自己学会了怎样坐飞机，在外面买票，然后我们自己计划旅行，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生活。可以，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汪三。大家好，我叫郝静。三年间好像可是感觉好快哦。对，好像昨天刚来一样。对，我记得我刚来新加坡，好像昨天还在迷路，在湾区。那么你会是想念和我一个什么？啊，不可能吧？我觉得我应该会想念 LIP。印度餐。我觉得这三年，我也经历了一些在中国没办法、无法经历过的事，认识了许多不同国家的人，也学会了一个人生活，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两个还可以这样坐着，然后看着视频里面的我们说：“啊，原来我们以前那么胖，我们现在并不胖。”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吉斌。首先感谢新加坡，感谢 NYP， 让我在这边认识这么多来自中国的兄弟姐妹。还要感谢邓明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上面录这个 video。首先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这三年来所收获的一些成果。开玩笑啊，其实就是我们lab 所有的一些长辈。这三年其实收获了很多，自己成长了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认识了一帮兄弟一帮姐妹。对。还有在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祝福那些
还在 NYP 奋斗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可以再接再厉，在新加坡过得更好。Thank you， 谢谢。Hey， hello， 我是王亚光。这三年的生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千多天。学到很多，失去很多。如果重新回到三年之前，我应该还会来到这个地方，重新经历这些东西。谢谢。大家好，我是刘爽。这三年呢，收获了不少，交到不少朋友，像邓云、吕导啊，还有我的几个河南那边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而且还就是最重要的一位人，就是我女朋友白浩鑫。今天她生日，在这边祝她生日快乐。希望我们两个毕业之后都要去大学嘛，希望我们可以顺利的考上大学，考上自己理想的专业里面。大家好，我是浩学。在 NYP 这三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programming skills 都有增加，然后我的 research skills 和 presentation skills 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学业很有进步，连感情也有收获，所以希望以后的我们的未来可以越来越好。我们也祝福你们。希望大家毕业以后工作顺利，学习顺利，我们这边平安。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鹏。怎么说呢？我很紧张。在新加坡三年了，感觉确实学到很多东西了，然后快毕业了，多了不说了，就祝大家找工作，然后大学，希望以后常联系。OK， 谢谢。大家好，我是永月，我来新加坡三年多了，现在马上要毕业，来新加坡还是挺开心的。所以但是在这之后我发现读的书还不够，所以我可能之后想去澳大利亚，有朋友想去澳大利亚的联系我，永月在这里。我读 ME 啊、okay. ME 啊，是一个蛮善良和蔼可亲的人，在这里也相个亲，有学妹要找我的可以欢迎。OK， 非诚勿扰。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想一下，我 FYP 马上结束了，我现在没什么事做，我非常开心。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毅，我是王毅，现在我们在 FYP 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三年最艰难的就是 FYP， 我还好，王毅一直，我们两个一直相依为命。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 FYP 跟才艺在一起还是挺开心。马上就毕业了，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希望毕业之后还是能和大家经常在一起玩。苟富贵勿相忘呀，大家呀，记住呀。毕业以后我们还希望我们能够多多联系。好，谢谢你们，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书月。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珍，我来自山东青岛。我来自山东济南。我是工程系的，我跟他是一个班的。我们现在是做 FIP 哦。我也是。快乐不？你幸福吗？你幸福吗？我幸福，我很幸福。你不是姓肖吗？我姓肖啊。那你姓什么？我姓刘啊。那你还出院呢。你是不是二？我不二。那跟我说一下，你这三年跟我同学开心不？还行吧。怎么还行呢？你跟这样一个大美女还不开心啊？他要的是帅哥。我说心里话啊，特别特别的开心。是的，那你五年之后你还认识我吗？那是必须不能啊。那我结婚你会给我包红包吗？会的。那你结婚我可以不包红包吗？我能给你白嫖吗？那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这三年的南洋生活还是很开心的，学习呢也很轻松，考试呢那更是 easy。 是对他来说，我们都是非常刻苦的。我也很刻苦。OK， 那就这样吧，拜拜。谢谢大家好，这位是葛振宇，我们都叫他葛爷。我觉得这三年来，我跟葛爷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愁吃不愁喝，跟着葛爷走，永远都饿不着。好了，交给葛爷。
谢谢初月姐，谢谢初月姐，夸奖。其实我这三年来的话，跟初月姐也是一直是配合比较默契。从月姐的大分头到现在的，哇，非常美啊！刚才我们也看了月姐的节目，啊，现在就开始说我。啊，我是葛振宇，来自东北大连，在这边已经三年多了，临近快毕业了，还有一个多月，感觉这三年的生活不错。比较充实，也很有也学到很多东西。在这边的话 ，NYP 培养了我们的这个，哦，听听听，播了就开始了是吧？对，开始播了啊。大家好，这是来自天津的帅小伙杨彦青哦。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播到哪儿？咱 YouTube 啊 ，YouTube 上全球。全球他看中文还是看英文来着？都可以。有字幕啊？都整啥的？那还整啥呀？我说点啥比较合适？说你这三年的感想。给大家拜个年啊，快过年了啊，然后还有啥？还有真三年，三年，我来了六年半了，快七年了。你这说三年，是吧？啊，都可以啊。新加坡还行，然后怎么说？别听留学生吹这个那个的，出来你就知道了，不容易，是吧？啊，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行，大家好，我是邓阳，来自中国四川。在南阳这三年呢，感觉还不错，认识了一堆朋友兼损友，然后还认识了最重要的人，来自己介绍一下，我们找损友，别骂他，损友就排管。哎，你也看这里，看这里，好，不错，学霸。OK。大家好，我叫张帅，今年21岁，91年出生，属羊，来自长沙。中国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关于这三年，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尤其碰到几个让人看着就很蛋疼的人，就是这几个。然后啊，言归正传，其实我觉得这边过得还是挺快乐的，虽然感觉什么都没干，但是什么都没干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好吧，我不要说太多，下一个我 pass 给我们的闷骚小男人谢威。大家好，我叫谢威，来自南京，在新加坡三年感觉还不错，然后成熟了不少，懂得了不少事情。我他妈这边笑笑什么？最可惜就是没找到什么妹子啊。然后还有什么？我联系电话，如果有喜欢我的，快打我电话。说一下。说一下。对呀对呀。不要。见到别对手，我记得。没事。好像是拍恋爱电影。不是。来，我们继续。一千不赖。我哪知道？你今年多大？牛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太逗了。有点大。大多少？大概几斤？突然。你说啥？属啥呀？你属啥呀？我属羊了。差不多敢停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何瑞瑶。三年呢，在新加坡和大家认识，然后其实也蛮巧，其实大家从很一个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来，然后聚到一起，也蛮不容易的，也是缘分。就希望大家以后不管到了哪里呢，都有一点联系吧，毕竟就是。说大家去哪里玩呢，或者在美国啊，或者在中国哪里，大家都可以相互招待一下，我觉得缘分已经很好了。谢谢。